你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新的系列。这个系列是关于中国哲学。我很喜欢哲学，我没有看很多哲学的书，但是我觉得哲学是非常非常有用的，它可以帮我们更好的生活，更开心的生活。但是，我忽略了中国的哲学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可是很长的时间，我觉得外国的东西很有意思。我觉得美国的电影很好看，英国的电影很好看，法国的文化很有意思。可是我忘了，中国的文化也非常非常有意思。中国的古人有很多很多智慧。可是我忘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告诉你们中国古人的智慧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讨论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进步，越来越好。那为什么我意识到中国的哲学非常非常酷呢？其实是因为一个英国人，他叫欧阳森。他是学习中国的哲学，他说了两个故事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。那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成语，它叫"呆若木鸡"。呆就是很笨，若就是好像，木鸡就是木头做的鸡，不是真的鸡。那现在，如果我说一个人呆若木鸡，我的意思是这个人很笨，他好像一只木头做的鸡。所以呢，现在呆若木鸡不是一个很好的词，但是本来呆若木鸡是一个很好的词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国王。他非常喜欢一个活动，就是斗鸡。把两只鸡放在一起斗，打架，让他们打架。那国王他要找最厉害的鸡。有一天，这个国王听说有一个养鸡的人非常非常厉害，他有非常厉害的鸡，所以国王去找他，但是。第一天，养鸡的人说："哦，他的鸡还没有准备好。"第二天，他还没有准备好。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、第六天、第七天、第八天、第九天，他都没有准备好。国王生气了，他说："为什么你的鸡还没有准备好？"养鸡的人说："因为这只鸡看起来还是很生气。"国王不明白，国王说："如果你要斗鸡，应该是两只很生气的鸡，很愤怒的鸡。所以这只鸡很生气，没有问题。为什么它还没有准备好？"这个养鸡的人他说。你看，一只鸡如果它常常很生气、很愤怒，它也常常会失败，哒哒哒，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等这只鸡不生气、不愤怒。那到了第20天，这个养鸡的人说他的鸡准备好了。现在这只鸡看起来不生气，不管别的人做什么，这只鸡看起来没有反应。现在这只鸡准备好了。好，那这只鸡和别的鸡它们打架，别的鸡都是很生气、很愤怒的、很凶的，但是这只鸡不是。他非常非常专注，他不动，他一动不动，
所以别的鸡觉得，这只鸡很奇怪，为什么这只鸡和别的鸡都不一样？那因为这只鸡非常奇怪，所有的鸡都很害怕，所以呢，这只鸡赢了。对，这只看起来很笨的鸡，它赢了。所以它真的是很笨的鸡吗？你觉得呢？好，这是第一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叫《无用之树》。无用之树的意思就是一棵没有用的树。比如说，如果我们去砍树，我们要砍有用的树，好的树，那可能我们会觉得，这棵树没有人要，因为它没有用。但是，因为没有人砍这棵树，这棵树长得最好、最漂亮，这棵树没有死，所以这棵树它真的没有用吗？我们也可以想一想，一个普通的人。可能他做很普通的工作，他也有很普通的生活。他不是一个有名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但是他的生活很普通，很平静。那我们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吗？好，希望你喜欢这两个故事，因为这两个故事我。突然觉得中国以前的哲学非常非常有意思。那最近我在学习法语，我学习法语的时候，我觉得法语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语言，我非常喜欢法语里的一些句子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要把中文里非常非常美的东西带给你们。这是第二个原因，那第三个原因是有一天我问我的一个学生，我说你为什么学习中文？然后他说，他非常喜欢中国的道家思想，然后呢，他很喜欢中医。那个时候我笑了，我说，哎呀，你喜欢很奇怪的东西。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，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。为什么你是一个外国人，你喜欢中国很老的东西呢？那现在我要谢谢这个学生，是他提醒我中国文化有非常酷的东西，我不应该忘了这个东西，我应该去学习它，去研究它，然后去传播它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我要分享的书叫《道德经》。那这本书它是文言文，就是古文，就是不是现在我们说的中文，是以前的中文。所以呢，它看起来很短。那因为它是文言文，所以呢，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。有的人觉得它应该是这个，有的人觉得它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找了三本书，三本最好的书，三本书我都看，然后我选择，我觉得，这个说的有道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会看很多不一样的书，然后我给你我觉得最有道理的解释。那如果你不同意，没有关系。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我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有不一样的解释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知道我们都在找生活的答案，我们都要更好的生活，我们都要更开心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一起学习。然后呢，我们一起辩论。可能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，以后我们会有新的想法、新的启发。对，
所以我一定要给你们分享中国的哲学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对你们有意义，对我也很有意义。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你想看更多视频吗？那你快去我的网站 lazychinese.com，在那里我做了更多的视频，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。在零基础的视频里，我不教你拼音，不教你语法，我会告诉你一个很简单、很短的故事。我会用非常高频的词汇来告诉你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。如果你不认识汉字，我也给你准备了汉字课，我会告诉你汉字背后的故事。我也会用汉字告诉你一个很短、很简单的故事。我的视频内容非常多元，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。如果你喜欢看中国经典的故事，我做了非常非常多。如果你喜欢看食物的视频，我也做了很多很多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我非常喜欢吃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如果你想听我的个人故事，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视频。现在我还邀请了风格不一样的老师。对，还会有更多的老师加入 Lazy Chinese，我们也会在网站里加入更多的功能，这样让你的中文学习更方便、更有效。好，所以欢迎你去访问我的网站。